们去了秋季以后，我感觉韩国的冬季特别的漂亮，它的美景和大自然保留得非常完善很完美的。从秋季走到冬季，这个国家的景色、文化、食物依旧如此的迷人。韩国的草莓又大又甜，尤其在冬天是盛产草莓最好的季节。不管是探索大自然，还是感受韩国文化，韩国冬季都能满足你的需求。这里除了著名的滑雪场以外，还有很多东西可以玩哦。全新旅游行脚节目系列《享世界》5月18日开始，冬日韩国，让我们沉浸在白色闪耀之中吧。